这儿的油菜咋卖的？1块钱5把。哦，哎，蒜苗呢？蒜苗2块。2块？这么贵呢？能不能便宜点？便宜不了多少，要多少？贵2斤。哎，你见过你这当保姆的，给别人买菜还这么精打细算，又不是你自己掏钱。不掏自己的钱，你也不能乱要价呀。哎，我要这个。好，来。 玉珍回来了，回来了，阿姨。玉珍，哎，知道我那件衬衣放哪儿了吗？是那件浅蓝色的吗？对，我给你洗了。洗了？嗯。哎呀，脏吗？我记着不脏啊。还不脏呢，领子都成那样了。好，洗了洗了吧，我说怎么找不到了。 玉珍儿，今天晚上咱们吃饺子，把顺福也叫来了。阿姨，算了吧，他蹬个三轮车到处跑，去哪儿找他呢？那咱就多包点，晚上你给他捧过去。顺福可是个老实巴交的孩子，人不错。你们俩的事儿，早点办了吧。 喂，找谁呀？找玉珍啊？好，我给你叫去啊。喂，请问你是谁呀？她丈夫。玉珍，你的电话。她说是你的丈夫。 找谁？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？你要干什么？没有。你别来！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来。那好，你等着，我给你寄回去。 你千万别来，以后不要往这儿打电话了。玉珍，坐下。玉珍，你结过婚呐？ 对不起，阿姨，叔叔，我来的时候没给你们说，我就是害怕你们知道和不用我。当然了，说假话不好。可是结过婚不结婚不是什么大事儿啊。你要是给我说了，也不一定不用你呀。为什么你不说呢？我们家的那个人。 他和别人不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他不是人。我的丈夫叫钱炳浩，我和他就没感情。
是他托人说亲，给我家送了800块彩礼。当时我的父亲正在生病，800块彩礼就用光了。家里无力退还彩礼，我就嫁给了钱炳浩。结婚后，他整天喝酒赌博，什么事儿也不管。后来，我生了一个女儿，他就更不像话了。 打骂就成了家常便饭。我女儿2岁的时候得病死了，我伤心透了。当时钱炳浩也快把家输光了，我就离开了这个家。 我不想再见到他，怕他来这儿找我，就谁也没告诉。那你进城来，连你家里都不知道啊？我就是怕他们告诉他，所以一直没有和他们联系。直到上个月，我才给他们写过一封信，我还特别的嘱咐他们，不要把我这边的情况告诉他。可是，他们还是对他说了。 你父母告诉你丈夫也没有什么错，他毕竟是你的丈夫啊。在我的心里，他就从来没有成为过我的丈夫。你怎么这么瞒着也不是个事儿啊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知道又怎么样？甭怕。你们不了解他，他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。这可不是农村。我知道，在农村有些地方。 是没有法律意识的，可是这就不一样了，在城里办什么事都是讲法律的，啊，您放心，他对你怎么样不了？他管我要钱。嗯，要钱？凭什么？他对你这样，还让你给他钱？不理他。他刚才来电话说，我要是不给他寄钱，他就来这儿找我。啊？上这儿来？ 来吧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样。可是，我怕他来这儿胡折腾。不怕不怕，他对你怎么样不了？哼，你们的婚姻呢，是在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下形成的。婚后呢，你们现在又是这么一种状况。现在的婚姻法就是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的。 按照你们现在的情况，照我的意思，干脆办离婚。老林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？哎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不信你问问玉珍，想离不想离？玉珍，你的事儿顺服知道吗？
我们家的饺子了，是吗？啥馅的？你吃吧。等等，它是可乐。今天也怪，死活都等不上客人。我看天快黑了，想回吧，都快排到头了，又不甘心，结果呢，嘿，就拖到现在了。 我跟你说，以后没活的时候，要早点吃饭，不要总饿着，会生病的。没事儿，晚吃饭也没关系。现在活啊也不好干，一天也拉不上两趟。干咱这行的，又没有其他的本事，只能靠出力气吃饭。咱要带怕等，那怎么能行啊？你说对吧？哎。 你咋不高兴啊？没事儿。啊，我寻思着，现在辛苦点没什么，趁着现在还年轻，能挣就多挣点。等将来咱们要是有了孩子呀，那花钱的地儿可就多了。今天钱淼浩来电话了。 他怎么知道你的电话了？肯定是我们家人给他说的。那他说什么？要我给他寄钱，如果我不给他寄，他就来这儿找我。可是我不想给他寄。能行吗？我也不知道，那你说该咋办呀？你要是给他寄了，那是不是一直得寄下去啊？ 也许吧。那你就别给他寄了，反正你们要离婚的嘛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就是不离。他不同意就不离了吗？他对你这样，又不给你离婚，那他到底要干什么？他就是想要钱。要钱自己挣去嘛，是不是男人？谁让我摊上了呢？ 他来了也好，我见见他，问问他。哎，你可不能见他，也不能让他知道咱俩的关系。你不知道他，他这人可混了。阿姨，哎，药带了没有？啊，带着呢。你行早不好，小心别累着。嗯，那一阵我们走了。 你看好家，有人来问清了才开门。知道，放心吧。好，那走吧。谁呀？ 可算找到你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也不能来了？不是说不让你来的吗？你在这儿我有人脉。你来干什么？我这么远过来了，你不问我渴不渴呀？累不累呀？给我碗水喝。这是别人家。别人家怎么了？屋里有人。别人家我就不能进去了。
弄点水。屋里人嘞？撒谎过。哎呦，城里就是不错啊！我说你怎么不愿意回去嘞？不错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不往家寄钱，连个钱帽也没看到你。撒谎学的挺快。我告诉你，你挣的钱全部都是我的。钱嘞，拿过来。我凭什么给你寄钱？凭什么？凭我是男人，你是我女人，挣了钱就应该寄家嘞。那不是我的家，不是你家，那是你家啊。我没有家。少废话。天儿嘞？没有。再说。就是没有。我他妈打死你！我告诉你，这儿不是你家。不是我家，我也不敢动你了。你要是敢动我，我就找警察。警察？在城里待几天，警察怎么了？警察我也不怕。走，走，走。后来啊，我把他轰出去了，这还了得啊！打人打我们家来了，没王法了。我让李强在后边拿东西，我在前面走。好，一进门没把我吓死，我以为入室抢劫的呢。玉芝，没伤着哪儿吧？这个男人也太凶了，找上门来打老婆。要我，非让警察带走他不可。这事儿，警察管。当然管了，这是典型的家庭暴力。本来我也想喊警察的，后一想，对他不值当的。这事儿才应该让警察好好教训教训他呢。这回记住了啊，下回他再来一定喊警察。下回啊，我看他不敢来了。玉珍儿，别怕，你姐夫说的对，以后啊他不敢来了。这男人，禽兽不如。不和他离婚还等什么？我也是想离，可是离不掉啊。想离怎么离不掉呢？叔叔，你不知道，在我们乡下离婚可难了。怎么难呢？我都提过好几次了，可每次提起来他就打我。主要的是，我们全家人都不支持我。家里的老人都以为离婚是件不光彩的事。每次说起离婚来，家里人人都骂我。这农村也是，这有什么不光彩的？这什么父母啊？老林，农村的事儿啊，没法说，真没法说。玉芝，你这个婚要是离不了，你和顺福的事儿怎么办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的情况他都清楚。他说时间长了总能离掉。哦，那就好，他有这个态度就好。可眼下怎么办呢？钱炳浩他不走啊。他不走怎么着？还在这找工作？留这儿？他哪是那种人呢？好吃懒做，他要是肯干活，能像今天这样子吗？他今天啊，既然来了，就没那么容易回去。要我说呀，你先给他点钱，好歹让他先回去。只要人不在这儿，什么事儿都好说。万一给了钱还不走呢？说起来是这么个理儿，玉珍儿，钱你不能给他，给了他他也就赌了，这就成了无底洞了。你辛辛苦苦在城里挣钱，凭什么给他？不给他。对，不给他钱，不惯那毛病。
你要干什么？你装什么糊涂呀你？你以为就没事了？你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纳气儿，找你没别的事儿。快点，别让我动手啊！你要动手，我就喊人。行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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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赶紧纳气儿吧你！在这城市，我一天都不想待，撒泡尿都要我气儿。你给了我气儿，我就走人。那好，你等着。你别骗我啊！你多少出一，多少出屋。你要不回来，我上哪找你？我不怕啊！我和李强都觉着呀，咱还是应该换个保姆。他有这么一个家庭背景，能安心当保姆吗？他那个男人看着就让人不放心，保不准哪天又来了。玉芝不会再让他进来了。那不是让不让的问题，他总是他老婆呀。玉芝这孩子总体上不错，人老实，心眼好。妈，你怎么就不明白我的意思呢？我不是说玉珍不好，我是说他那个男人，他那个男人整天在你家门口晃来晃去，你能放心呢？万一哪天他犯了邪性，瞄上咱们家，这不是没可能的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，阿姨，我有事儿跟您说一下。有事儿吗？什么事儿啊？阿姨，我想问你借点钱，我急用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急？我刚才又看到钱炳浩了。他没走啊？他又要干什么？他就是要钱。咱们不是说好了不给他钱吗？我也不想给他。可是总这样也不是个办法。他待在这儿，我心里老是不踏实。我也想明白了，干脆给他点钱，打发他回去算了。以后的事再说。你等着，我给你拿去。要多少啊？才他妈给500块钱啊你！你大白小胖了你！那你以为我是谁呀、啊？有那么多的钱？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你？你管我挣多少钱的呢？我他妈打听过了，城里保姆至少一个月300，你有吃有喝的，一年下来至少3000多块钱，才给我500，没事吧你？我多少钱是我自己挣的，凭什么给你呀、啊？凭什么？凭你是我老婆的，凭什么？不够，再给。你怎么不告诉我呢？你们女人就是见识短，这钱给还有完呢？再说给他钱也没好结果，一分钱都不能给。我看看去。哎，你去干什么呀？啊，你能说什么呀？说起来人家是两口子的事儿。玉芝这孩子太老实，这哪行啊？不行，我看看去。哎，李强，快出来，跟爸看看去。我看着要找揍呢。有话好好说，千万别动手。站着。我没有了，不给是吧？赵总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这是啊？我看你弄点干什么呢？我媳妇是你管不着。她既然是你媳妇儿，你就应该爱护她，哪有你这样对待媳妇儿的？我怎么对待她了？她在城里吃香了喝辣了，我这什么都没有，我不给她要，给谁要啊？一个大男人，不劳动干活挣钱，反而给媳妇儿要钱，你怎么还有脸说呢？我不跟你说这个，反正她得给我钱。好好好。跟你这样的人呐、啊，根本讲不清道理。
我就告诉你啊，现在玉珍是在城里干活，在我家干活，我就是她的保护人，不允许你来骚扰她。你要再这样，我就报警。玉珍，走回去，甭理她，走。赶紧走。我今儿明天还来，不信你等待。玉珍，来。玉珍啊，我看你们这婚，早晚得离。这是个什么人呢？啊，这能过呀？整个一个混混无赖。他就这样，多少年了，没办法。他这样，你不能就这样啊，玉珍。这事儿按照叔叔的意思，你就得下决心，别管家里那些人说什么，长痛不如短痛，该离就离。老林，怎么那么说话呀？玉珍来咱家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咱们拿她也没当外人，我说这些是为她好。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呢。哎呀，这是什么婚事啊？这婚再不拆，玉珍这一辈子搭进去了。玉珍，你是不是真的想离婚呢？你要真想离，这事儿叔叔帮你。你怎么帮啊？我可以给他们当地政府、法院写信反映情况。真的，能行吗？玉珍，你放心，我可以把你的情况反映清楚。我不信有什么难办的。这下太好了。玉珍，你放心，政府和法律一定是保护咱老百姓的。钱还可以再挣，给了就给了吧。钱是我辛辛苦苦挣的，就这么给了他，我恨死他了，死活都得和他离。林叔叔说肯定能离吗？他是这么说的。那就好，他要这么说，八九错不了。就是不知道要等多长时间。没事儿，我等着。我觉得对不住你。哎，我心里怎么想的，你知道的。要是当年我遇见你，嫁给你，那该有多好。玉珍儿，你放心，咱俩的事儿，我肯定等你。玉珍儿，玉珍儿，来，来，你看看，你们家的地址和邮编都对吗？都对。都对呀，那我就发出去了啊，一共三份，这是法院的，这个是民政部门的，哎，这个是县委的，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的，你就等着吧。谢谢叔叔了。啊，没什么，那我就再写俩信封一块发出去了啊。我说话给钱，500块钱不够。你不要得寸进尺了。我得寸进尺？你觉得在城里认识几个人就了不起了？秦天浩，你给我听明白了，咱俩的事儿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？你说到此为止就到此为止了。钱，以后我是绝对不会再给你了，我要和你离婚。离婚？你胆儿不小呢，我打死你了我就。你要打我，我就喊人了。老子站住！
站住！你，你给我站住！警察，他是个流氓，追我！怎么回事？没怎么回事。没怎么回事，跟在后面追，你干什么？我老婆的。是这么回事吗？我不认识他，他耍流氓。你身份证呢？有，身份证。啊，结婚证都有。签名就是我，玉芝就是他。我可以走了吧？走吧，别瞎胡闹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别给我动心眼，老老实实把钱给我，什么都没要，要我就跟你回家。给不给吧？反正咱俩是夫妻，我什么都不怕，我说到做到。那得了，那今天晚上咱们到城里过夜，走一块儿回你家。我给你钱。你要多少？100万你有啊？再给我1500就走人。我没有1500，只能给你1000。讨价还价，1000就1000，1000是不1000了，以后每个月给我寄。我给你钱，你就能回家？给了钱就走人。说话算不算数？算数。真的算？真算数。行，那我给你。睡着了，走吧。今天多亏了你啊，玉芝。哎呀，你看你阿姨这身体啊，好好的好好的来这么一家伙，你说让人操心不操心？没事儿，反正有我呢，以后我多注意点就是了。他身边还真得有你这么个人。叔叔，离婚的事儿有消息了吗？不着急，再等等。我是想早点离了算了。我一直担心钱炳浩还来这儿闹，给家里添麻烦。不怕，不瞒你说，玉芝，从你进了这个家门，我和你阿姨就没把你当外人。你的事儿就是家里的事儿，你跟我们不要见外啊。叔叔，我以后要是过好了，一定好好报答你和阿姨。哎，报答什么呀？不说这个。我是看你们农村的女人太软弱了，真是看不过去。没办法，农村都是这样。哎，香蕉怎么卖的？1.5。
怎么来了？想你了呗。来，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林叔那有消息吗？你问的什么消息呀？就你离婚的消息呗。还没有呢。快了吧？我想是快了吧，都这么长时间了。林阿姨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她能离开人了吗？可以了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今天晚上吧。那好，我早点收，等着你啊。搞急了啊！那菜要做的迟，邓三儿是谁呀？你怎么又来了？我怎么不能来呀？你来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再不来，你不是我人了，知道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我敢问你什么意思？小二没机会去，离婚时候倒机会去了。做梦吧你啊！跟我回去。你别动啊！你放开我！你走。你一会儿别放我。哎，他妈，你倒不能拉了你啊！一会儿天儿想从这开溜是不？出去太阳从西边出来，有钱想从我这开溜是吧？放开我！出去太阳从西边出来啊！哎哎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回事？这是你哪儿的？你是哪儿的？你是这我老婆子，我拉她怎么了？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。那么大人了，一弄就动手，这叫什么呀？闺女，你们两口子找个地方啊，好好说说。别听他瞎说，谁和他是两口子？早和他离了。你胡说八道啊你！我说你这个人又来捣什么乱了？还有完没有啊？我捣什么乱啊？我让老婆子回去捣什么乱啊？一直是你家保姆，她也是我老婆子呀。保姆不让干了，行不行啊？哎，你这叫耍无赖！哎，你凭什么骂我呀你？就耍无赖！哎，老头，你再说我给你记啊！你要干什么？钱炳浩，你混蛋！叔叔，你别生气。老林，怎么回事？这个人到这儿捣乱，还要打人。他们欺负我，他们干什么？出去欺负我！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村里他们欺负我，他们啊！出去不要欺负我呀！啊！出去！你们欺负人！出去欺负人！你们欺负人！老林，你们先回去。玉珍，走，咱回去。我告诉你，我是合法的啊！我没犯什么错误，你凭什么把我来逮啊你？我今天不走了，看能逮一辈子不在这儿。告诉你啊，城里欺负人，你们！我村来怎么了？村里，村来我没犯错误啊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他准是接到离婚的信了。他不想离了？这会儿不想离了？不想离，为什么不好好过？这个人够难缠的了。他肯定不会轻易放我走的。我要是走了，往后他管谁要钱呀？那也不能总这样啊。可是现在他没完没了的黏着，怎么办呢？别理他，看他能怎么着。晚上没事的话，我去顺福那儿一趟。去吧，去吧，
我这一病啊，你好长时间没看看他了。那我现在就去了。